王琦已經舉起。好，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金槍六十內欄位置出閘都正常嘅，白衫黃帽嘅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外邊啊飛輪閃耀佔先少少嘅，但係埋邊啲馬開始上嚟啦，健康愉快帶頭啦，嘉應之星第二位啊，外邊咧就飛輪閃耀俾人頂住喺出邊咧，就要留一留啦。夏威夷進佔第三啊，走住內欄第五位啦，金槍六十金牆啊跟前咗嚟跑啊，第六位嘅馬仲有九寶啦，張王響第七啦，再後邊嗰五匹馬啦，咁啊有超好日子拍住出邊黃衫係幸福。笑容啊！後邊嗰三匹馬，勇猛神驅咧，勁搏響尾耳紫色衫嘅，暫時殿後係勝得精彩嚟噶。咁啊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嗰只健康愉快啊，第二位外邊係夏威夷啦，內欄第三嘉應之星，金槍六十慢慢移出去，唔塞噶啦呢個位。第四位、第五位埋邊位置仲有九寶啊，第六位飛輪閃耀啦，再後邊嘅馬內欄第七啊，綠色衫超好日子，出邊將王亦都係撳住噶，響外邊黃衫大。外檔噶啦，就係幸福笑容啦，尾三搏入邊啊勁搏啦，後邊兩隻勇猛神驅同埋勝得精彩啊，入正直路啦，前面就健康愉快佔先少少嘅，中間紫色眼罩係呢只嘉應之星啊，中檔有呢只夏威夷金槍六十，砰就上嚟啦，後邊噶嘛有張王，亦都喺外邊追緊，最出係幸福笑容勇猛神驅，最後百零米金槍六十再俾落去，拋離後邊嘅對手三個馬位，張王第二位入邊仲有呢只九寶，出邊幸福笑容勝得精彩。金槍六十贏取出道以嚟第。